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刘老师。今天我讲故事给你们看，请把你们的小眼睛和小耳朵借给我。我要送给你们今天的绘本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《大脚丫跳芭蕾》。小朋友们要注意了，在我们的故事里，贝琳达在餐厅里一共跳了几次舞呢？请你看一看贝琳达的脚和你们的脚有什么不一样。有一个跳芭蕾舞的女孩，名叫贝琳达。贝琳达喜欢跳舞，她每天都去舞蹈学校，认真地练舞。她跳舞的时候，姿态优雅，脚步轻巧灵活。可是贝琳达有个大问题，应该说有两个大问题，那就是他的左脚和右脚。其实贝琳达不觉得自己的脚有问题，可是参加一年一度的芭蕾舞表演选拔时，问题就来了。评审委员一看到他的脚就大叫，暂停！天哪！假装懂男爵绅士说，你的脚大得像条船。著名的纽约评论家乔治·根碧虫说，简直和海豹的鳍没两样。常在舞蹈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欧娜·劳乌伯女士瞪着眼睛直摇头。贝琳达还没试跳，评审们就说，回去吧，你那一双脚永远跳不好。贝琳达很难过，难过了好久好久。他想，也或许那些评审委员老师说的对，我的大脚真的不适合跳舞。于是贝琳达不跳舞了，她告诉自己，我放弃跳芭蕾舞吧。既然不再跳舞，她就得找别的事做。可是她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。她找啊找，终于在费莱迪餐厅找到了工作。餐厅里的客人喜欢她，因为他的脚步轻巧灵活。菲莱迪先生也喜欢他，因为他做事很认真。贝琳达喜欢菲莱迪先生和餐厅里的客人，不过他还是忘不了跳舞。有一天，有个乐团来餐厅表演，他们自称菲莱迪好友乐团。在餐厅开门营业前，他们先练了一首轻快的曲子。贝琳达的脚尖忍不住一上一下的跟着打拍子。接着他们开始演奏浪漫又抒情的乐曲，不知不觉中贝琳达跳起舞来了。这些音乐家每天都到餐厅演奏，贝琳达每天趁客人还没上门，就随着他们的音乐跳舞。有一天，菲莱迪先生问贝琳达愿不愿意跳给客人看，贝琳达微笑着说，哦，当然好呀。餐厅里的客人都很喜欢他的表演，他们高兴地告诉他们的朋友，那些朋友第二天就来到费莱迪先餐厅，他们也非常喜欢。他们又告诉其他朋友，很快的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费莱迪餐厅看贝琳达跳舞。大都会芭蕾舞团的指挥听说了这件事，他的朋友的朋友叫他一定要去看贝琳达跳舞，他去了，他很惊讶，他非常赞赏。
他觉得好感动。你一定要来大都会剧院表演，他激动地说，请你答应我。贝琳达笑着回答，哦，当然好呀。餐厅里的客人都鼓掌欢呼起来。就这样，贝琳达到了大都会剧院。随着费莱迪好友乐团美妙的音乐翩翩起舞，他好喜欢跳舞。评审委员们大喊，太精彩了，多么像燕子、鸽子、羚羊呀。他们全神贯注着看着他跳舞，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脚有多大。贝琳达快乐极了，因为他可以跳舞，跳舞，一直跳舞。至于评审委员们说什么，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了。小朋友们，问题来了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贝琳达在餐厅里一共跳了几次舞呢？